他哪吃饭去了，范丞丞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你不姓范吗？你还不知道上哪吃饭？Hello, it's me. Quickly, sit down. 需要在浩然的手背上写下“现在就出发”的“发”字儿。发字儿，发这个字儿。明白了，哦，不是发字儿，在墙头我都以为写“发”和“字”俩字儿呢。浩然，随口松。 这杯开动了，哎，四哥了，姐，浩然也老实了，心里不会有点。啊！咋了？咋了？啊！哦！打！别摸！拔剑呢，哥。 这么大阵仗啊！牛蛙怎么叫？哞儿。真的，和牛一模一样，是吗？把我吓一跳，我以为草棵子也要钻一头牛出来呢。告诉我是牛蛙。他说要是你写八，你别同意啊。哎，你玩过这个？写啥别同意？ 八、快、斩，算了，没啥意思，这游戏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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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闻了吗？中了吗？太重了，有点。你醒闻？闻了闻了。嗯，闻了，咋了？哦，对不起。现在也不敢对他说太多话。眉毛真的很过分吗？哥哥修修。赶快在节目里看哥哥眉毛有问题不修，大喊在外头。喝系统。哎，看看看看，来来上上上。哎，哥哥，你这把门关上了？你从那边上啊！哎呀，哎呀，谢大哥，这怎么今天不一样了呢？魏东辉，妻子不要过来，你爱死。魏东辉，不要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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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会唱这歌吧？我会唱，我终于行。那蘑菇，那怎么卖？几斤？蘑菇这时候在咱东北一般啥，秋天会长蘑。我说那个。哇，蘑菇，哎呀，真烦，真烦人。把它叫山刺梅。山刺梅，对，不说花做泡茶。泡茶。那腾哥，你们斌哥的话多的人可以多喝点。这个好弄吗？好弄。好，我来。闲的你。老师，我这可以吗？哇，这个挺完整啊。我要坐那种游轮。哎呦！没有咖啡啊？跟谁说话呢？刚才吃甜点救了一把酸菜汤。实话，咱们也应该哪天给别人做顿饭了。可以。那我可以不吃吗？不是哥啥意思？我说想吃别人的饭这么难呢？怎么我还给他还做顿饭？好不容易把化妆专领到兵哥，马上就要做了，感觉。腾哥说，说实话，咱们确实应该给别人也做顿饭了。这豆角没摘那线呢，这做还没我专业呢。但虽然我不能做啊，还没我专业。你多复杂呀！但人油还是油豆角最好吃。对，这是油豆角吗？油豆角出门时候放，它就是油豆角一种，是吧？不是吗？不是啊。别那么复杂，真是的。你复杂呀，你多复杂呀。二合一啊，二合一，买一送一了，相当于手机是啊。这美女，你别选，你听着，听着，我可怎么好？来，王总，你认识一堆？没有。后悔了吗？大学你的船也不错。你想让我跟你一组，我没门。我这个叫铁蛋你。铁蛋你。我这个叫钢破鸡。
刚吗？你给我起一个。诺亚方。诺亚吗？后面的发青，诺亚方子。我要上船吗？啊。岸上不都有一个人吗？对啊，我是岸上的。你上岸上的？你年龄这么小，你上岸？我离这么远，我风湿都有点那什么了。年龄这么小，真会享受，真会享受。这船怎么忽忽悠悠的？毕竟是个船呢。我有晕船。你有点晕，你再晕船，程程也不可能让你在上面啊。我这都抱着，一米都抱着。哎，给你一枕木头。手扎不能不能，衣服还在还呢。你看你这个挺变的，什么？拉呀！哎呦，腰包！哎！哎，好了，咱先把任务完，咱俩再掐，行不行？对，那手拨了吧。走，兵哥，兵哥，那个船没动，你越来越远了。我说这船怎么走挺快？原来是我快是吧？哎，你瞧，你看你，哎，你瞧，你看你，哈哈哈哈哈！你是不是不小心了？大勋太复杂，复杂勋呐，你太复杂了，你看出来了？我一下就飘上了。好看吗？哎，朱莉，你有点完蛋，稍微调整一下吧，哥哥。咋调整啊？毕竟咱们现在都是以美貌出圈的人，咱们稍微把……我不是以美貌出圈，把发型调整。好。哎呦哎呦，虫子差点进嘴里，我。哎呀，这一路上吃了至少八个虫子，被臭水沟子崩了得八次。哎，小平头挺平啊，稀奇客，挺平啊，小平头，嘎平。就冒失，我跟你说，我这真实评价啊，咱这嘴可不是那个，咱不是那一般路人秀，看热乎一拿到嘴边，哎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真好吃。不那个，不用那么复杂啊，真实评价，你爱吃不吃？来，啥来？往哪退啊？一个小桌五个人抬啊。那咋就我俩抬啊？那你起开，我起开，这么不愿意干活了，往前还想往前凑。文哥干活了，挪不开腿，腿还不好使了。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嗯那我特想跟你们证实一个问题，你那攻打城门真吃屎了。没水，你那攻打城门真吃屎了。你这肯定是任务。不是，这不是，我这是纯好奇。因为这种经历确实人一般很少有。我也想问你，你们这太明显了，你们这任务不是没任务，既突然又生硬。我就是好奇，没有隐藏任务，你有啊？这是什么？这是茶叶吗？那是茶叶吗？哎呀，我上来吃块茶叶。干嘛？抠开吗？边儿。哎，你别伤到你！我干活啊，还有第二个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多要点镜头，你俩给我起开。好嘞，上这边站着来。上光了！哎呀妈呀，着了！哎呀！哎呦，小心！你这是想毒死我们？想喝奶茶，想喝浓一点的还是淡一点的？浓一点的。浓一点的。
像粥一样。先喝奶茶。这不是喝奶茶，这是吃奶茶。吃饭了。挺浓的。大勋啊，大勋，大勋啊，大勋。大勋。斌哥。大勋。听不见了。啊。哥给你盛了碗奶茶。纯茶呀。纯茶。你看你自己加点啥，爱吃啥加点啥。我不用加了，挺满的了，饱和了都。今晚够了哈，能撑到明天早上。那我这喝完就回去睡觉了呗。这个我给你加点，这个必须得放的啊。知道茶叶盖脸上。什么小气。好喝吗？挺好喝的，真挺好喝的。嗯。哈哈哈哈哈。唐畅，哎，喝口茶，喝口茶之后啊，喝口茶之后，我这风大啊，说话是听着费劲是吧？喝了一口茶呀，心里有句话想说，谁想猜吗？我的那句话呀，我还是跟你们说吧。哇，妈呀，好香啊！哇，妈呀，好香啊！哇，真的香！哎呀，是哈，小妹儿真的香！哎呀，喝我奶茶的时候怎么没有这么多人感慨啊？我不够，平时你也不做饭吗？我做饭啊，做饭吗？过年时候做。我脸上这整点油全让你给颠出去了，这油水不够不是我事啊。这边给我掐了啊。不是，这会儿那个鸡肉跟油的比例就对了。完了一发完说你自己说。对。那今天做这菜还挺满意，发朋友圈完说是我做的。今天小露两手，还是用自己的大锅炖的香。那西红柿要过水吗？其实应该把皮儿给，这也不太麻烦，我们去掉它。这顿饭就是庆祝你老来得粉。真行啊，还行。你就不能像原来正常录节目了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你现在不一样。那弄会儿，我打鸡蛋。谁打呢？鸡蛋啊？它热点都孵出来了。那你用这鸡蛋，你这个味拿出去吗？你这鸡蛋不得直接倒啊？我没听说过直接倒的。啊？不能直接倒啊？你都先烤鸡蛋。不是，我现在倒进去不也是一个效果吗？都行，听你的。你反正你这创新菜嘛，哥哥，我现在倒鸡蛋下去可以吗？还，你没塌呀，鸡蛋呢？哦，你弄吧，反正我吃。你要不，还得先炒鸡蛋，完了炒好了放一边。那这个现在还有救吗？有救，拿出来完再炒鸡蛋。别使劲，忘打鸡蛋。对，全给它搂出来。那我这个现在就直接下就行了。不，等会儿你烧油。这里面有油，我倒好多油。不够。够。煎鸡蛋不够。够。倒。哎呀，还有一个没打开。慢点吧。你这不应该在厨房，你这应该在实验室做这道菜。这好大一块。那你也没换呢。夹了给我放下来。就是想吃个大的。腾哥是真给面儿，还吃的面。哥呀，差不多了。我这确实馋了。好了，这是第四碗了吧？什么第四碗？第二碗，永远第二碗。这都靠剪辑的。
还有米饭吗？先盛点汤，等会儿饭。行了，这回真不甜了啊！没事，不甜。我现在没吃过。我干不尖了。我就为了晒这根葱。哎继续放这就行，你们去吃饭吧。